OK，老板你好，教你怎样加这个 NVS002 的 camera 进去系统里面呢、哦？你拿到这个 camera 的时候，如果什么声音都没有，不用紧，你插上电源，开机，等30秒过后呢，你就拿一个 pin，这边它有一个 reset 的 button 哦，打开这个盖子，这边有一个 reset 的 button，哦，按99，手不要放开，大概10秒。直到你听到 beep 的一声，哈、哦，手不要放开哦，啊，像这样子的声音 beep 一声就可以了哈、哦。OK，然后再等大概30秒，给它重启，就是 start out 了哈、哦，给它重启 start out，直到我们听到 beep beep 嘟嘟嘟的声音了，我们就可以加进去。它的加法很容易哈、哦，所以我们现在等一下哈、哦，等一下，等我们听到嘟嘟嘟的声音。嗯，等一下啊，要来了，我给你听一下先，我才加进去给你看。等一下啊，这个是 NVS002 的 camera，OK，那你听到嘟嘟啊，听到这个声音过后，你就拿你的 mouse 来这边 right click，你会看到这个画面哦，看一下哦，这边，看一下这边哦，然后你就来 camera，对不对？你就这边有三个 button，你按 pair，它就变成 pairing 了。但是这个还有声音吗？你拿一个针，大概3秒钟就好，按一下，1、2、3，3秒钟就好，手就可以放开，它就加进去了哈，它就加进去了，3秒钟就好。嗯，等一下啊，看到吗？加进去了，嗯，就是这样子做 pairing 罢了啊，谢谢你。